大家好，我是台大病院张尚顺医师。还未注 COVID-19 疫苗的时段，若是去感染到，较容易引发重症甲死亡。提醒大家赶紧带时段去注疫苗。你会用个搜寻 COVID-19 防治一网通，查询上近会用个注射的地点，嘛用个按照疫苗的厂牌搜寻，根据查到的资讯协助时段注文注射。注射进程，确认时段身体状况稳定。注射以后，注意时段是毋是有身体无爽快。卡数出现发烧超过48点钟，喘气困难，心跳伤紧，头壳晕，规身躯起疹无定定，请赶紧去找医生。注 COVID-19 疫苗，守护时段身体健康。在股市打拼20多年，我靠的不是面子，我靠的是专业。黑马波段精选标股，我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你的新人生，股市万德福。欢迎全国的观众朋友收看股市万德福，我是阿德，可爱又诚实的阿德。那今天呢、啊？今天呢、啊？啊，跌22点，那你要不要害怕？今天指数有拉回一点点啊，上市柜都有拉回一点点啊，所以很多人在星期五这个时候啊，啊，无想要看电视，有看的嘛，无想要睇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阿德打你讲，如果你看到今天跌了22点。我告诉各位啦，你这礼拜若有来提阿德的股票，我让你星期一赚到今天。老师啊，你这话喊的，你真的假的？赚一个礼拜？我再强调一次嘛，全国的观众朋友，亲爱的朋友，我再强调一次，如果你从星期一到昨天都有拿阿德的股票，我问各位，哪一档你没有赚到？哪一档你没有赚到？赚多赚少而已嘛。因为老师还赚10多%算赚哦，人家讲拢嘛赚10多几。我讲老师哦，涨停板才是真的啦，诚实涨停板才是真的啦，诚实涨停板才有用啦，对吧？所以我今天我再说一次。今天我为什么你会说，你说啊，大盘这个能买哦，这种行情能买哦，没有量啊，没有量啊。 我跟各位讲一件事情啊，你想想看，为什么现在台股会没有量？只有一个原因而已啦，因为我们的政府叫外资怎样写报告，写报告啊。如果叫外资写报告，外资怎么啊，我的青菜啦，为着我今麦卖做甲伤离谱，安尼就好啊嘛，对吧？一定是这样嘛。他未来还会不会我行我素，我不知道啦。不过现阶段他说啊，不，我来买啦。我请问各位，如果外资回来买，那投信要卖还是要买？所以说我今天不用讲说今天为什么会跌了嘛，因为大家都知道会跌了嘛。对吧？如果你今天有加入阿德，我再强调一次，今天我为什么会放那个 QR code 在这里？你打鲁了的电话，为什么我会这样说？因为你如果有加入阿德的 QR code， 有加入阿德的 LINE， 有加入阿德的群组，我先告诉你，谁不知道今天会跌？对吧？谁不知道？你也知道，我也知道啊，大家都知道啊。重点是买什么啊？那为什么要买？你一定会想说，老师啊，星期五我要拿你的股票有用吗？因为下个礼拜很重要，因为下个礼拜就要开始大涨了。用老师，真的假的？下个礼拜就要大涨，这怎么看出下个礼拜要大涨？
你一定会想说，老师啊，你看连续两天都量缩呢，为什么？因为全世界上重要的人走去澳洲嘛，啊，他从欧洲回到美国了，啊，股票不是大涨了？为什么？啊，给你面子啊，因为你跑去那里，大家都知道你要做什么事情。可是现阶段大家不晓得，投资人不晓得，你也不晓得，我也不晓得，我们不晓得未来会怎么谈嘛。可是他只有一个重点，就是要做什么？这个战争的一个结束嘛，他就是想做这些事情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拢在咧做啥？大家拢咧等，大家拢咧等，大家拢咧等，量一直缩，所以冲起嚟，所以他一定会冲上去啊。洪老师，为什么？好啦，其实哦，这个也没有什么好讲的啦，这个你都懂。这是不是跌？对吧？这是跌吧？啊，跌来跌不下去，叫量缩，量缩要不要上去？啊，老师啊，这你也办喽？我本来就是啊，所以我一直说，我只再讲一次，我只再讲一次。阿达老师啊，你嘛想喊，你讲大盘讲啊这简单，啊你讲股票讲啊你这简单，搞咩啊？你无你给我看嘛，好来，我给你看一档股票，好不好？星期一的，3月21号，用老师你打工在顾。啊，佫唔开，我拿30%就开予你嘛，对唔对？所以讲，我今晚要带你讲几样代志。我再讲一次，全国的观众朋友，现在是5:30了，你看到阿德的节目，大部分都在吃饭了，对吧？所以你要知道说，你要拿的股票，到底这个老师选的股票诚不诚实啊？我老师那个要准啊，什么诚不诚实？没有，阿德老师再讲一次。做股票要选一个老师叫诚实的啦，不是选一个老师叫涨停板啦，对吧？大家嘛，在咧找一个老师叫涨停板，啊，隔壁这个叫做涨停板，涨停板，头前迄个就是涨停板，个涨停板，个涨停板，下骹迄个就是多空都赚，一次都赚十几次的，对不对？不是啦，找股票，啊，得跟你讲，就是要找一个诚实的。诚实才重要啦！你讲老师，你规礼拜拢谈，你话拢证明啊？来，这叫什么？我给你有没有给你看？用有啊，可以买得到吗？可以啊，我有没有叫你买？第二天可以买得到吗？可以啊，我有没有叫你买？哦，二连红啊，买了一定赚，对不对？第三天我有没有叫你买？哎，有啊，你有叫我买？那我请问你，你来拿的话，连三红赚不赚？赚啦、啊！来第四天，对吧？请问一下，赚不赚啊？老师啊，赚了超过10%了哦，假赞！新朋友，我有没有叫你买？有吧？昨天，哦，老师有，真的有赚，对不对？那今天我有没有叫你在家买？有，重点是什么？没有买到，因为我挂的价格太低了，没买到。还没买到就没买到，那我请问你，这个礼拜，如果你星期一拿到阿德的股票，到今天星期五嘛，请问一下有没有赚？有没有赚？所以我再强调一次，我老公老师啊，我要的是天天涨停板的，没有？阿德跟他打你讲，诚实的涨停板才有用啦、啊，对吧？我要告诉你，今天我要强调一件事情，我给你的股票，我们要买这里。我们要买这里，这就是阿德想要讲的。我们要再买在那里，用老师黑什么艺术？好来，如果我讲这一支股票的话，你卖手机哈。如果我再我要讲这一支股票，你不要生气啊，因为很多人都说老师啊，你啊，我提这个股票出来，干咩个讲？卖个讲啊啦，讲这那有好，老师讲这那有好。你讲这我拢听过啊！啊，100万赚500万，冇可能；100万赚600万，冇可能；100万赚1000万啊！如果会错，谁都会。那阿德要跟你想想什么？所以很简单啊！所以今天阿德要跟各位讲一件事情，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我只叫你说，我们现在要买这里。龙老师，这里多少？10几块。啊，现在的。一粒电多少？100，不是赚5倍的，赚6倍；不是赚6倍的，赚10倍，是不是？在你省，
因为我只讲一次，我只讲一次，我们要买的就是买这里，对吧？我星期一给你的大波段的，是不是一样？我们就是要买这里，买这里可以慢慢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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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就是你的啊。所以你不要生气啦，阿德不是要跟你吹嘘说我们的一粒电多厉害啦，我不是跟你讲这个，我只是跟你讲一件事情，我们要买股票就是要买准备要起涨的，未来会大涨的，我只告诉你这个。因为老师啊，你都一直叫我们买股票，叫我们买股票，我哪有这钱？我说的也是哦。所以说阿德跟你讲，如果你今天听到阿德在讲，再跟你介绍一档股票，那旧的股票没有卖掉，那我新的股票怎么买？3月22日叫超越中华化，对吧？啊，这个股票有强哦，啊，算还袂歹啦，你来看，啊，真正是袂歹啦，你来看。我来讲，你卖着急，那30%我就公开。啊，今天我也有加码。对吧？可是问题一样没有买到，为什么没有买到？因为阿德挂太低了，我哪知道他不会大跌，对吧？我哪知道他那么强没有大跌？永老师，啊，你都一直叫我们买，都没有卖哦？有啊，有卖啊，没有卖怎么会有股票买？来，我一档一档介绍给你，我介绍星期一了，我介绍星期二了，接下来我是不是要介绍星期三的？对吧？今天星期五吧。好，来，你看星期三我介绍你这档股票，叫狂飙一字马。啊，对啊，唔对，对吧？是不是这个？我嘛是事先让你看啊，来啊，有谈无？未歹啊，日期阁写唔对，3月24日我拍做2月24日，对唔对？所以讲不要紧，你也使去对看卖看阿德是不是拍唔对啦？好，来，今天我有卖。永老师啊，赚一支涨停板你就买，15%可以的啦，10几%可以卖了。所以我再强调一次，如果我叫你卖股票，就是我准备再进一档股票，叫做会飙的股票，对不对？永老师今天给，对吗？我叫你卖，来，我9:22是叫获利卖出超过10%嘛，出清嘛。永老师，你拿证据给我看，不然我不相信。好，来。如果你是我的会员，一样可以看哦。你是我的会员，一样可以看哦。如果今天阿德跟你讲的，你没有收到这个讯息，阿德水宰力，阿德水宰力。因为如果我把星期三卖掉的，我可以买星期四的，对不对？那你昨天拿到的是不是叫狂喷黑马？有没有？这一张我不能给你看，因为这一张我没有贴。那一张也是在买，要买这一支。那来，3月25日9:22，对吧？我是不是获利超过10%出清，狂飙一支马？我星期三那打出掉，我将资金市价买进，狂喷黑马，对不对？新朋友一定要跟上，不要怕指数下跌。我这边先搞各位这样代志，如果你有拿到的，那我们不知道。如果你是我的会员，我是不是有叫你卖掉？然后再买进去，狂喷黑马，有无？好，是不是这个？时间你对看卖啦，时间你对看卖。因为老师你咧讲的股票，讲你足准的，不是。我要跟你讲，股票如果有买，要有卖，有卖的有钱就要再买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找到好的标的，就要请你买。3月25日12:56，恭喜狂喷黑马亮灯涨停。你有买的人，你有买的人，也是你有来拿的。全国的观众朋友，亲爱的好朋友，你有来提，你怎有来提的人有赚无？我就问你有赚无？再看一遍，有赚无？要再对一届吗？来，我是不是先卖掉？9:22先卖掉。先卖掉，星期三呢叫狂奔一只马，狂飙一只马，卖掉是不是赚钱？是不是超过10%？哦，我请教你，你买来引起的好不好？全国的观众朋友，这边是星期五假日呢，
你也嘛较轻松诶。我来来咧讲有，你就讲有；啊，若讲无，你就讲无。因为你来提诶时，我星期三合理诶，是毋是亮灯涨停开关？我出掉来22分，咱过来对接好无？22分，我出掉，我是毋是买了？12:56涨停，我这个涨停嘛，做完咧吼，来，是毋是伫遮？各位好朋友，是不是在这里？它有没有涨停？有亮灯涨停，是不是这个？对吧？是不是这个？我是不是把这一档股票卖掉，然后买进这一档股票？这样我就给你恭喜吗？所以我们才说涨停不重要嘛，涨停哪有重要？诚实较重要，诚实的亮灯涨停才是真的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再强调一次，为什么我今天会放一个 QR Code 让你扫？因为今天大家都知道这档股票是什么，你有来拿的，你有扫阿德 QR Code 的，你有加阿德 LINE 的族群的，通通知道今天涨停板的这一档股票，我们有没有赚到钱嘛？一定有赚到钱。那下一支嘞，下一支嘞，因为阿德要跟你讲，我再强调一次哦，我要买的都是要起涨的，我才要送给你。所以你今天只要扫描 QR Code 就有四月份全新必喷的。为什么我会这样说？我星期一送给你的是不是电动车双概念？我星期二送给你的是不是电动车双概念？我星期三送给你的是不是新就是电动车加其他的双题材，对吧？通通是双题材，所以我就跟你讲，这支股票就是车用加电子标签的双题材，拢是连续在喷，你有感觉无？你有感觉无？新的来狂喷的模式，所以讲，我再讲一次，或许啦，如果我在讲这支股票，讲到你会当买，可是阿德为什么还要一直讲？我为什么还要一直讲？啊，你们也要背啊！我想要一直讲，老师啊，一直讲一粒电不中啊？没有，我只讲现在。如果今天，我现在做就讲最后一次，啊，你就把它记起来。我要请你买这里，这里才十几块啊！我现在讲的一粒电是100块啊，对吧？我要请你买这里，全国的亲爱的和好朋友。你今天不管够阿无用，阿德刚才要跟你讲一句呢，我要给你的是要叫你买10几块的伊利店，我们要买这里，我们要买这里，所以我精挑细选，我就跟你讲四月全新必喷的，要安怎来提？扫描 QR Code 就有啊，你有看无？伫遮，伫遮把它扫落去，你就有啊。我是全国，我敢讲我全国啦，绩效你自己看啦。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啦，到今天啦，你只要来拿的，买得到吗？绝对买得到。有没有赚？你自己算有没有赚？星期一不错吧，连五红；星期二连三红；星期三连两红，对吧？啊，星期四嘞，星期四亮灯涨停，买得到吗？买得到，因为我刚才跟你讲了，那接下来的更喷。欸，星期一都可以连续连五红了，那我请问你，我给你的会不会用喷的？所以这个股票一定狂喷，你一定要有啦，一定要有。因为未来我来讲啦，第一个跟你讲电动车的就是阿德啊，公司刚好不好啦，我只要跟你讲一件事情啦，反正股票你要轻轻松松的来赚啦。啊，我股票给你了嘛，亲爱的朋友，来提阿德的股票，有轻轻松松谈无？啊，绝对有的啊！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嘛。我给你的股票啊，你还要叫我讲伊利电？你不想听的啦？那你如果要叫我讲伊利电，我是跟你讲10几块的伊利电，那我要送给你的就是起涨的伊利电啦，好不好？我们要买的。我要送给你四月全新的，就是家。我要送你家，我不是要跟你说这，说这没意思啦。
我是要讲，我今麦搁来你讲一遍，我要送给你的是这个位置，我要送给你四月全新必喷的，就是在这个位置。哎，你不要再我叫阿德重复了啦，阿德重复也没有什么好讲的啦。大家讲的就讲，今仔日看看阿德的节目，就是要提一支标股嘛，对吧？咁是安尼，无我同你讲一寡五四三要创啊？我隐私作对嘛无效啊！我可能要同你讲，你如果要拿，就一定要拿像伊利店这个位置，我要送给你是全新的一字头的伊利店。阿力讲有得利啊，无得利。所以现在要四月了，四月你一定要全新必喷的嘛，你赶快来拿，喷甲起笑的哦，咁是？因为阿德同你讲过啊，只要拜登回到美国。台湾的股市绝对大起，因为现在大家在笑的，大家在怕的，大家在想的都一样，你也一样，我也一样，所以大家都在一样的时候，你要敢买，赶快买四月全新必喷的股票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今天的目的就是在这里拿到一支诚实的，拿到一支会标的，阿德会标的股票，只要你扫描就有了。来，先进一下广告，等一下再回来。的时代才能创造不同的价值。388时事造英雄专案，帮助您在困扰的环境中成为股市真正的英雄。英雄专线02-8512-5858。Life 直播 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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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fe 直播，来复来复直播，立即上线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官网服务欢迎莅临，请搜索关键字亚太国际投顾，顶尖团队顶级享受，软体下载专业研究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02-8512-5858。全新的操盘策略，全新的尊荣服务，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02-8512-5858。我们两家很辛苦，从八月开始小朋友上学，每个月只要3500，这样省下来的钱就可以拿去像是成教育基金。对啊，我都要买游戏机。什么游戏机？没有没有，吸尘器，吸尘器。0-6岁国家一起养。我在股市打拼20多年，我靠的不是面子，我靠的是专业。黑马波段精选标股，我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你的新人生，股市万德福。欢迎回到现场，很多人在想空，老师啊，你一定要教我一个赚钱的方法。我说不用。很多人在问这些事情嘛，很多人在问说：“哎呀，你教我一种方式啊。”我会当赚钱的，其实唔免，你找人就好啊，你找一个老实的就好啊，找一个老实的老师，安尼就会使啊。唔是找引导的啦，唔是找会晓讲的啦，你找一个老实的就好啊，对唔对？来，我请教各位，你今天有买到狂喷黑马的？有人早上还没开盘就买了嘛，对吧？你早上一开盘之前，我就叫你试驾挂买进的，是不是买到较悬？对不对？差超三角啊，四角啊！啊，你啊9:22、25分、26分、27分买的，是不是比较便宜一点？对啊，这个老实啦。我秀给你看的是22分的嘛，以前我秀给你看的是22分，因为那个是超平均值啦，那边是平均值啦。如果你早上一开盘就买的，
或者是你9:22到30分这中间买的，其实你第一笔买的比较贵一点啦、啊，对吧？因为它今天开是开这样，然后冲上去，然后再掉下来，啊，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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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涨停，对吧？所以讲，阿德要跟你讲的，就是讲，今仔日要送你的，其实是送你啥老先娘嘛。如果无老师跟你讲较济嘛无效，所以讲我唔只讲，今天你注意看，我为什么要放这个让你扫？因为我来讲，我要跟你斗三工。如果要帮你，你要想看卖，你看阿德的节目较久啊，是不是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？时间可以证明阿德可以帮你呢。就像这个礼拜，如果你从星期一好啦，你星期一没有拿星期二的，星期二没有拿星期三的，星期三没有拿星期四，星期四你有拿，是不是也一样照亮灯涨停？用老师啊，还没有那么平盘之下买到，然后亮灯涨停赚10%，你也嘛叫探潮半几年哦啊，无法度啊，我没办法像他开盘开平盘，然后拉涨停啊，我没有那种能力，我只是告诉你这支股票要去，因为我吹的东西要跟你讲，我拢要跟你斗三工的，我送给你的股票就是那像伊利店啊，我跟你讲十几块，啊，你或许不相信，冇紧啊。但是他如果他当时是全新的，现在是100块呢。你看啊，老师5倍啊，6倍啊，7倍啊，8倍还是在你去算啊。我要让你记一项代志，就是讲你要拿的一定是要开始起效的，开始要喷的，所以赶快来拿未来喷到的起效，赚到口袋会爆掉的，就是要像伊利店啊，你就卖10几块啊。你看可能你个卖100几块，你要拿口袋爆掉，对吧？所以你若遇到就对啊，你若遇到阿德就带你斗三工啊，你若遇到这支股票就是你的啊。祝各位操作顺利，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